闽南语综合聚会，俄罗金斯救主耶稣基督国啊！因为世间人犯罪，罪就带来死亡。主耶稣来到世间，为世间人的罪受钉在十字架顶，流血、死、埋葬。三日后，主对坟墓搁再起来，伊告我啦，伊告我，你阿个对敌的计谋，你阿个死亡的关系，伊告我，咱隆重要告我，得救的告我得着永生，灭亡的告我受定罪。伤心，死带来永远的离别，死实在痛惊。人未死，人就活得拢无平安。总是我当实在免阁悲伤，因为主耶稣对死告我，信靠救主耶稣，我就通永远免死。我靠救主耶稣。亲友就通各再相见，信靠主通欢喜。自古以来，死亡亲像一条蛇，将世间人绑到暗暗，人就失去平安，失去自由，失去欢乐。总是救主耶稣对死告话，伊得胜了死亡，我单信主，死亡的逼迫已经脱离。哈利路亚，我单俄罗认识。Hallelujah!
的关系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的祷告在哪里？感谢上帝，因为主耶稣告我，是的关系不够点位，我会得胜黑暗，得胜死亡，我会告我，我要宣扬真理，主告在我。老会死埋葬在坟墓内，终生三日后，伊对坟墓内出来，伊讲我啦。四界多险的门徒，完全绝望的门徒，一只句啊振作起来，大大勇敢，拢无惊吓，传扬告我真理。这是因为主告我啦，伊有告我。实实在在，伊有告我，伊打我伫我的心内，伊永远甲我三角大。Thank you.
灵魂心来